好。哦，就原本在上面这里这样的，然后就是刚刚地震，地震掉下来的，很大声，是不是？很大，哇！实际上有没有很大声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在后面，我们在里面，这招牌是在外面的，就砰，整个蹦下来的。啊，好在我们现在是没看到人，所以就是没有压到了，万幸，对，万幸，是。傻眼了，我都觉得好傻眼。刚摇很大哈。两次啊，摇了两次，所以我现在请吊车吊，然后我要把那个先清完。是。